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英雄出少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同学们有没有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学习好听的歌曲，还有好看的舞蹈，还有神奇的魔术啊？相信聪明的你一定全都学会了。今天呢，仍然会带给大家一些有趣的项目。首先进入今天的云上私教课，看看教练会带给我们哪些有趣的活动呢？欢迎大家来到云上私教课。首先欢迎我们的钱教练。大家好，我是钱教练。好，今天这位小朋友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王浩森，我今年六岁，我来自北京。哇，太棒了，六岁的王浩森。今天来到云上私教课的是钱教练，他将带领着六岁的王浩森进行趣味游戏，我们快去看看他的表现吧。那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游戏呢？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呼啦圈，但是今天不是这样玩，怎么玩呢？来，钱教练给我们介绍一下。好，这次我们的游戏呢就换一个玩法。哦，所以呢这个游戏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一会儿呢我做一个示范，由我们的小朋友来跟我进行配合，他呢把这个呼啦圈扔出去，然后呼啦圈在地上滚动的时候，我要找准时机，然后从这个呼啦圈钻过去。钻过去，对，这个游戏太好玩了。好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好吗？好，来，好，哎呀，钱教练带给我们的这个新奇的游戏，真是十分的有趣。王浩森小朋友也在一旁跃跃欲试。确实不容易，钱教练。这个游戏使我想起了好多种游戏。那我们让小朋友来试一次，好不好？好，让我们小朋友试一下。小朋友试一次，你站到那边。好，我慢慢的，慢慢的，好不好？来，预备起。哎呀，太棒了！哇，竟然一次就成功了，这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王浩森小朋友真的是太棒了，他真的很厉害。所以这个呼啦圈的一个速度，一个它的大小，还是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小朋友的。是的。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挑战，好不好？好，挑战一下。然后我们在一个规定的时间里面，我们成功的完成几次？几次？是别人推，然后自己来钻，是吧？对，是的。钱教练在看到小朋友一次就成功的表现后，也向他提出了挑战。那小朋友能否挑战成功呢？准备充分的体能啊，好不好？好，来，来，小朋友，你从这边来，站这边，对，做好准备。哎呦，啊，小心啊！真的很棒啊！好，王浩森，来，三二一，开始走。好，成功一次，好，成功一次，来，来。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好吧？这次失败了，难度太……来来，我们再来。好，来，好，小朋友好了吗？好了。走。好，成功，很厉害。而且他要判断这个圆圈的位置，对不对？对，而且他的速度尽可能的跟那个呼啦圈的速度保持一致。明白。而且身体要弯腰。好，来。好，这个漂亮，这个漂亮，太棒了！还他还能再转一次吗？王浩森小朋友在面对钱教练发出的挑战后，没有丝毫的畏惧，而且出色的完成了挑战，在呼啦圈中来回的穿梭的身影，看起来也是十分的帅气，连钱教练和一天哥哥都不停的在对他进行夸奖。OK， 不错，好，四次，来再来一次。来，好，特别漂亮，特别漂亮，棒，很棒。所以看得出来，这个小朋友还是有一定的运动基础的。是的，是的，是的。身体的协调性，包括他的判断力，包括速度都有。那钱教练是不是要再挑战一次？这个说实话，这个呼啦圈的大小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确实还是有一定挑战的。好的，那我挑战一次，好不好？行，你挑战一次，好不好？好。在看到了王浩森小朋友的精彩表现后，一天哥哥似乎也被燃起了斗志，打算也挑战一次。果然如钱教练所说，呼啦圈的大小不太适合成年人的体型，一天哥哥的第一次挑战失败了。
所以这个需要你提前判断，然后需要你的动作一定要特别的利索，利索，判断准确，而且你的速度要跟得上我们这呼啦圈。哇，让我们的主持人再挑战一次，好不好？好，再挑战一次。好，来，我们小朋友来，我们为他加油，好不好？好，加油，加油，加油，起，加油，走，嘿，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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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太难了，这个超级难。在王浩森小朋友的加油助威下，一天哥哥开始了第二次挑战。尽管整个人都已经摔倒在地，但是一天哥哥还是没能钻过呼啦圈。主要是这个大小对我们成年人来说还是有点偏小，有点偏小。但是呢，对于小朋友来完成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在电视机前，我要嘱咐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家长和小孩一起来玩的时候，最好像我们一样找一个草坪的地方，这样呢，一个保证安全，另外一个呢就会增加我们的成功的概率，好不好？哦，好的，好的。那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可以把你们家的呼啦圈拿出来，一起和爸爸妈妈玩这个呼啦圈钻圈的游戏吧。孩子非常喜欢运动，平时我们也参加了各种运动项目，在学校里参加了足球队、篮球队、冰球队，每周我们也去参加3次的这个冰球训练，我们也非常支持他，这样呢，孩子的身体啊特别强壮，灵活性、运动性非常协调。我平时有时间的时候也会和他一起去运动，这样呢使我们父子关系也非常的亲近，非常的和谐。钻呼啦圈这个游戏呢，对孩子的要求还是挺高的，这个对孩子的一些他的判断力，包括跟他的速度，还有另外一个他的一个敏捷性。因为我们跟呼啦圈钻呼啦圈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判断他这个呼啦圈的他的运行轨迹和速度，在判断的时候我们要追上这个呼啦圈，然后再选择恰当的时机钻过去，这个对孩子的敏捷性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是有一定的运动基础。其他的小朋友如果说喜欢这个游戏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但在尝试的时候，我提醒大家要注意两个事项。第一个呢就是注意安全，另外一个呢就是找一个草坪的地方，这样呢避免运动损伤。嗨嗨，接下来这个游戏好玩了，是我们最喜欢的足球。哈哈，平时在学校踢足球吗？不踢。不踢。嗨，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游戏就和足球有关系。秦教练，这个足球怎么玩？好，那下面呢，我介绍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好不好？首先呢，我们把球放在一个点，最重要的是我们小朋友要把眼睛蒙上。在蒙上眼睛之前，判断好这个距离和路线，我们需要蒙上眼睛，然后把这个球运到我们这个球门里面。哦，戴上眼罩，然后运球进门，对不对？完全。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有没有信心？有。好，做好准备。好的，我们拭目以待。我们在开始之前判断一下这个路线和距离，好不好？对。然后呢，我会通过口令会引导你。你准备好了吗？不用引导，不用引导，不用引导。然后我还要最后一步，我需要把这个眼罩，把你的双眼给蒙上，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戴上眼罩。好，我们看了那个门在那边啊。在游戏开始前，王浩森小朋友就展示出了强大的自信心。那么在认真听完教练讲述动作技巧后，他究竟会拿出怎样的表现呢？先找到我们的足球，这儿呢。好，先试一下。好，完全看不见啊。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好，在你的左侧，再往左边一点，射门。好，进了。在一天哥哥和钱教练的口令指导下，王浩森小朋友很快地完成了任务的挑战，整个过程十分的顺利。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和你平时踢足球有什么不一样？找不着门。找不着门，对了，找着门就不是这个游戏了，对不对？对。好，来，这个只是我们刚才试了一下啊，这个因为没有难度啊，没有难度。其实我们真正的游戏还是有障碍的。好，我们要避过障碍，然后把球运到球门里面。明白了，足球进，足球。好，明白了。来，那我们放几个障碍在这儿，好不好？来，放几个障碍。游戏挑战正式开始啊！说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小朋友，我们听清楚了啊。把这个球，我们要绕过障碍。我给你走一下路线，
绕过这个障碍的外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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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球带进来。哦，看明白了吗？看明白了。好，来，做好准备，戴上眼罩。那在行进的过程中，前教练会给他指示吗？对，我会用我的口令，然后提示，来指引他的方向。好的，做好准备，三、二、一，开始。往左，往左一点，好，回来，好，往右，右，对，往前，往前，对对，好，哎，很不错，好，好，好的，再向左，再向左，再向左。面对球门，好，准备到球门了，往前，往前。尽管难度提升了，但是王浩森的表现却没有打折扣。在前教练的准确口令下，王浩森十分轻松地完成了任务，前教练对他也是赞不绝口。他的感觉空间感特别好，空间感，而且他的记忆力特别好，特别好，因为他要提前把这个路线记在我们的脑子里，脑子里，对，而且他的脚下对球的感觉也特别棒。是的，对，有运动基础的小朋友就是不一样，看出了吗？非常棒。好的，那钱教练，这个游戏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吗？我们小朋友挑战完了，下面呢，我们有请我们的主持人来挑战一次。好，我也来挑战吗？好的，来，把眼罩给我，交给我。我也是戴着眼罩吗？戴眼罩和不戴眼罩各试一次，你感觉一下这两次有什么不一样，好不好？好的，好，好，这是先是一次戴眼罩，对不对？不戴眼罩、不戴眼罩、对不对？我们要求速度快一点，速度最快的速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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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吧？不戴眼罩，我们的速度非常快，路线都是很准确的。但是呢，如果戴上眼罩，然后我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好，对对对，戴上眼罩，那简直是好。我先把球放。我耳朵睁眼睛了。好。球给我，球给我，球在这，来，你过来，我给你先找到球的方向。好，来，脚往前走一点，找到球，再往前碰一下。好，找到球了吧？找到了。来，小朋友，我们过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主持人叔叔的这个。你不要离那么远，我不太会误伤你们哦。啊，这样我还是一样，跟小朋友一样，公平起见，我也会以口令的方式给你引导方向，好不好？好的。好，当然你先告诉我球门在哪里？球门在你的正前方。正前方。对，刚才你也跟学会小朋友一样，提前把你看到的这个路线要回想一下，然后在你的大脑里面的空间去把球按到你既定的路线去运到球门里面，好了吗？好、好，准备开始。往左，往左，开始，往左，往左，往左。好，然后向你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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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好，向前一点，向前，好，向左，向左。左，对对，好，回来，来向你的右前方，向右，向右，向右，对对，好，准备，来，稳住，踢球门，耶，慢慢让我去点吧。一天哥哥在进行了两次难度不一的挑战后，也是发出了感慨，足以证明这个游戏并不简单。让我们再次为王浩森小朋友和一天哥哥鼓掌称赞吧。没有眼罩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有哪些不一样吗？看不到球。对，这是肯定的。然后主要要听口令，而不是根据自己对足球的判断，对不对？好了，那这个游戏是特别好玩，相信电视机前喜欢足球的小朋友一定会爱上这个游戏，赶紧拿上足球去你们的小区和爸爸妈妈一起玩这个游戏吧。蒙眼带球，这个呢，其实对孩子的一个大脑记忆力，包括对球的一个路线的记忆，对球下路线的一个运动能力，是有一个极大的考验。我们在日常踢球的时候，我们在选定一个方向，他要把球踢进球门，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说我们把眼睛蒙上，那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很多小朋友也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在我们蒙眼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记忆，我们先记一下我们的这个路线，然后蒙上眼睛之后，我们要把这个路线要植入我们的大脑当中，然后进行我们这个运球，在教练的提示当中，然后射进球门。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孩子的记忆力，另外一个下面对球的一个控感，另外一个在最后踢球的一刹那间要考验孩子的一个判断力。
好，接下来这个游戏有意思了，是我们平时小朋友经常接触到的水杯就可以玩一个游戏哦。对。啊，这个游戏就叫做水杯大作战。怎么作战？那好，我就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好不好？演示一下，好不好？演示一下。来，我们看一下。看见地上摆放的一排排水杯，一天哥哥和小朋友有点摸不着头脑。这些水杯能做什么游戏呢？让我们的钱教练来演示一下吧。采用一个蹲姿、半蹲的状态，像大猩猩一样，对吧？然后迅速的把这个杯子翻过来。好，好，好的，好。然后到这个位置以后，我们要把这个杯子叠成一个金字塔的形式样子。好，好，一个，换一只手，换一只手，哦，换一只手，换一只手。哇，对，就完成了，这个完成了。看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对我们整个身体各个机能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对，这个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对我们的下肢的力量、下肢力量和耐力都有要求，然后到这边俯卧位的时候，对我们的上肢包括核心的耐力是有要求的。好，我很期待看看你的表现，好不好？来，做好准备。我们蹲的啊，提一个要求。我们不能完全像生物钟这么一个蹲，我们要半蹲，好不好？好。半蹲，半蹲，对，好了吗？好。坐好，准备开始。看过钱教练的示范后，小朋友也终于明白了这个游戏的玩法，但是他却并没有丝毫的胆怯，而是一如既往的信心十足。换一只手，要换手，对，换手，对，杯子靠近一点。好，换另一只手，一个。换另一只手。王浩森一次就成功完成了游戏任务，看来他还真是一个运动健将啊。好，太棒了哈，完成得很不错啊。这个游戏可以锻炼小朋友哪方面的能力？第一个呢，刚才我说过了，从这个把杯子翻过来的这个过程中，移动的过程中，最主要的是考验我们下肢的力量。你也可以试一下，一直持续半蹲的状态，对大腿的力量和耐力要求特别高。是是是，如果我们扎马步一样，时间久了，你的大腿会发抖，哦，会发抖，对，会坚持不住，坚持不住。另外一个呢，到了这边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俯卧位，这个时候需要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俯卧撑的这个姿态，对我们的上肢的力量和耐力是一个极高的要求。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把杯子叠成金字塔的这个形式的时候，它需要两只手交替，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单只手臂的力量要求更会更高。哦。同时，我们的核心要收紧，不能落地。如果说你的力量不够的话，你完全是支撑不了，好吧？好，说了这么多，我们下面有请我们的一婷老师来挑战一下。好，我也来挑战一下哈，蹲马步哈。对，蹲马步。换过来啊。好好，然后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腿不能站直。一天哥哥在看到王浩森的出色表现后，也开始了挑战。那一天哥哥能否顺利完成呢？来，好了吗？可以了。来，准备，三、二、一，开始。好，我们的屁股再抬高一点，不能蹲下去。屁股还要抬高。好，好，变成俯卧撑位。哎。对，一只手，换手，换手，换手，对，再换手，换手。调皮的一天哥哥一边完成了任务，一边让大家笑逐颜开。尽管遇到了一点小麻烦，不过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挑战。有没有觉得这个杯子，我感觉比刚才摆的更要漂亮一些？对，更有型。对，好像金字塔一样。哦，厉害了。好了，那要是今天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游戏，赶紧从你们家拿出水杯来，对不对？和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吧。杯子大作战这个游戏呢，更多的是考验我们小朋友的基础的一些力量和体能。比如说从刚开始在下蹲翻纸杯的时候，它更多的考验我们下肢的力量和耐力，然后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又考验我们身体的一个平衡性。把杯子叠成一个金字塔这个形式的时候，这个我们身体成一个俯卧位，这个时候更多的考验我们的上肢的力量和耐力。而且大家也注意到，在翻纸杯的时候，我们两只手臂是交替支撑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们单手支撑的时候，单个手臂的时候，它这个力量耐力考验会更高，而且对我们核心的力量也要求更高。大家也看到了，刚才我们的一天老师也尝试了，在尝试的过程当中，他的膝盖包括核心就会下降，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考验的是我们上肢核心和整体的一个力量和耐力的考验。
这一期的小朋友他的表现还是让人很欣慰的啊，看得出家长对于小孩的这个运动的兴趣的培养还是很重视的。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呢，我建议我们的很多孩子的家长把一部分的时间分配到我们小孩子的兴趣爱好或者运动兴趣爱好当中。这个运动兴趣呢，对于我们孩子的还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比如说可以提高我们孩子的一些身体的素质，身体的体能方面，另外也可以提高我们孩子的一些免疫能力。这个是我给孩子的一些总结和建议。怎么样，同学们，这些动作步骤还有要领你们都记住了吗？其实啊，你们可以拉上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全家人一起做运动，动起来。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啊，这些运动呢不仅能够锻炼自己的身体，还能增强和家人之间的情感。那我们动了这么久，是不是可以活动活动大脑，一起跟芝麻哥哥开始今天的科学游戏了呢？同学们赶快拿出小本子，好好的记下来，和芝麻哥哥玩起来吧。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睛的芝麻，又到了我们的科学实验时间了。今天我的小搭档是谁呢？你是谁？我叫刘以维。啊，你几岁了？今年4岁了。好，刘以维，维维，我们一起来配合玩一个实验好吗？但是今天芝麻没有带任何的实验道具，我们怎么玩呢？没事，用我们的手指头来玩。好，请跟我一起拿出你的右手食指，请用你的右手食指轻轻地堵住一边的鼻孔。啊，还好你没有伸进去，不要伸进去啊！就这样堵住啊，堵住了啊，堵住鼻孔了吗？好，请问你现在还可以呼吸吗？可以吗？可以。一个可以呼吸，对不对？如果我现在没忍住，我不小心，我放一个屁，你会闻到味道吗？当然了，很臭，对吧？好，现在实验继续，请跟我再拿出另外一根手指，把另一边的鼻孔也堵住。请问，堵住两个鼻孔之后，你还能呼吸吗？能不能呼吸？不能了。不能呼吸，你怎么在这儿说话呢？你能用嘴呼吸吗？可以吗？可以。那现在我放屁，你会闻到味道吗？不会。对了，我闻不到味道了。哎，我的问题来了。手放下。哎，刚才我堵了鼻孔那么长时间，我怎么很正常？我没出事儿啊，我没有晕倒啊。为什么我也是？对呀，那这鼻孔就没有用了，用嘴呼吸就好了。如果鼻孔只是用来闻味道的话，那一个不就够了吗？为什么我们要长两个鼻孔呢？还要从中间把它分成两半呢？把中间的鼻梁骨打通了，变成一个大鼻孔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有人说大象不就是一个长鼻子吗？但其实大象的鼻子里面你仔细看也是两个鼻孔，这是为什么呢？你觉得为什么要长两个鼻孔？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啊，你想一想，你的鼻孔连到哪里啊？里面是气管。连到这里。什么叫气管？气管就是你身体里的一个小管道。我们人体需要通过血液来提供能量，对不对？而空气中的氧气进入到血液当中，通过呼吸，对吧？通过肺来进入到血液循环当中，帮助我们提供养料。进入血液，是不是？我们有两个肺。为什么要有两个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长两个鼻孔的原因。两个鼻孔就可以通向两个肺，我们就可以这样循环了，循环的速度很快。同时啊，就像刚才芝麻说的，两个鼻孔是交替工作的。我们流鼻血的时候会堵住一个鼻孔，对不对？当把堵住的鼻孔打开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被堵住的鼻孔吸进去很多气，是不是？因为它已经休息很久，另一个鼻孔已经很累了，两个鼻孔是交替工作的，所以我们要有两个鼻孔。第一是因为我们有两个肺，第二，两个鼻孔交替工作，明白了吗？回家以后我们再玩玩这个实验好不好？今天我们解决了为什么要长两个鼻孔的原因，你记住了吗？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上也有这样好玩的实验，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做实验玩科学吧。真是太神奇了，怎么样，你们学会了吗？
其实这些啊，都只是非常简单、非常基本的科学游戏。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不妨深入的探索一下，你会发现科学世界真的是太美妙了。那接下来呢，又是我们练习绕口令的时间了，喝口水润润嗓子，跟着月亮姐姐一起挑战绕口令吧。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月亮姐姐，又到了我们说绕口令的时间了。今天这个绕口令叫做割胯刮筐。割胯刮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刮筐扣，刮滚筐空割怪狗，是不是挺好玩的？再来一遍啊！割胯刮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刮筐扣，刮滚筐空割怪狗。学会了吗？有很多同学们小朋友啊，也响应了月亮姐姐的号召，拍摄了自己练习绕口令的视频，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说的怎么样。割胯刮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刮筐扣，刮滚筐空割怪狗。割胯刮筐过宽沟，赶快过沟看怪狗，光看怪狗刮筐扣，刮滚筐空割怪狗。怎么样，同学们小朋友们，你们的绕口令练得怎么样了呢？其实啊，杜月姐姐有一个小窍门，那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呢可以练习一段绕口令，这样不仅可以锻炼自己的嗓子，而且让你整个早上都会充满活力。那接下来又是变魔术的时间了，那每期节目播出的魔术啊，杜月姐姐都认真收看，所以特别期待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新魔术呢？一起跟着金豆哥哥变魔术吧。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电视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英雄出少年，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哥哥。今天呀，我要给小伙伴们分享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小故事。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姐姐用她的零花钱给我买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魔方，就在我的面前。但是有一天，我不小心把它给弄坏了，再也恢复不了原样了，就像现在这样。你们看，每个面都不一样。后来呀，我就把这个魔方放进了我的玩具箱里。今天，当我再次打开玩具箱的时候，发现了它，找回了我儿时的记忆。现在，我是拥有魔法的金豆哥哥，用我的小魔法能不能把它恢复到原样呢？首先，我们先拿了一个空色的黑盒子，你们看，里面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我要用这个黑盒子把这个魔方盖好。那么下面我们要做什么呢？小朋友们肯定都知道了，要和金豆哥哥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魔法咒语。嘟噜滴嘟，碰！睁大眼睛，仔细看哦。哇，你们有没有看到？我的魔方终于恢复原样了。小朋友们，你们看出其中的奥妙来了吗？如果你也有一些好玩又有趣的魔法视频，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这样呢，就有机会在节目当中看到自己的精彩表现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观看更加精彩的节目吧。哎呀，这个魔术真的是太神奇了！不知道电视机前的你有没有被这个魔术所吸引呢？那接下来呀，我要教给大家的呢，也是一个有点类似魔术的项目，是什么呢？我先卖个关子，赶紧来看吧。同学们，你们好，欢迎来到英雄出少年，跟杜月姐姐做手工，学习生活小妙招。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呢？其实也是同学们在旅行时会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你只出门一两天，不想带太多的行李，但是呢，可能女孩子会觉得，哎呦，脸上干干的，会有一些简单的擦脸油或者是润肤露，那又不想让瓶瓶罐罐占行李，因为我还要带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嘛，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了这个吸管儿。
怎么做其实也很简单，就是需要妈妈经常用来别头发的卡子，然后呢还有打火机。那一提到打火机，杜月姐就非常紧张，所以呢在操作打火机的时候一定要家长在身边，或者是直接把这个步骤让家长帮助来完成。怎么做呢？就是用卡子先卡住吸管的一头，然后呢用打火机来封口，封口封口封口，好，成功的封住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卡子取掉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从这头把乳液呀，或者你的小小的擦脸油灌进去，灌进去之后呢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多少，哎，然后卡住卡子。如果我们哦很多，灌了这么多，那么我们就放在这一头，还是用卡子卡住封口，这样呢你的行李就会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就会省出地方来给你最喜欢的书本文具了。卡子取下来，这么多我觉得应该够用好几天的吧。总之一个吸管我们也可以循环利用，如果要把它丢弃的时候也千万记得不要丢错垃圾桶，快速的想吸管丢什么垃圾。对，姐姐知道了。电视机前的你或者是手机旁边的你，看明白了吗？知道了吗？学会了今天的生活小妙招了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同学们收看我们英雄出少年，跟杜月姐姐一起做手工学习生活小妙招，下回再见喽。怎么样，把平常不用的东西稍加改造，你也能变废为宝。好啦，休息了这么久，接下来呢我们要活动一下，跟着徐柳姐姐一起来学习手指舞。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徐柳姐姐。那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段又好听又好看的手势舞，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动起来吧。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好的，接下来我要做一遍慢的动作，来和我一起学吧。徐柳姐姐的手指舞跳得太好看了，小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你们一定要把动作和歌词内容结合起来哦，这样学起来才能事半功倍。怎么样，你学会了吗？有很多小朋友啊也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练习手指舞的视频，电视机前的你呢不妨做个小评委，来看看谁表现得最好。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挂在屋顶亮呀嘛亮堂堂。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小朋友们学习的可真快，动作也十分的标准，伴随着欢快的音乐真的是好玩极了。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也抓紧学起来吧。怎么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动了手指之后是不是觉得自己更加灵活了？不过光动手指可不行，我们要全身都运动起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陈怡姐姐一起挑战体育运动项目。今天要挑战什么项目呢？一起跟着陈怡姐姐动起来吧。
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大家好，我是陈怡姐姐。大家好，我是夏晨坤。今天呢，我们在家里做几个运动游戏，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挑战吧。第一个动作，双脚反复交叉跳跃，尽量不踩到中间的绳子，要注意保持身体的平衡哦。第二个动作，两脚交替踩上前方的障碍物，这两个动作不仅可以有效地锻炼到腿部肌肉，也是很好的有氧运动哦。小朋友们一定要坚持锻炼呀。小朋友们，你们挑战成功了吗？记得每天啊，一定要抽出一些时间来做运动，这样你们的身体才会越来越棒。那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缓解一下身体的疲劳，跟着绿泡泡学唱一首歌，我们来听听绿泡泡唱得怎么样。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同样我还是要和小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首好听的歌曲。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唱过动画片的主题曲，今天呢一首非常好听的爱国歌曲，叫《不忘初心》。我想不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不管是工作还是学习，无论到了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己的那份初心。好的，接下来让我来为大家演唱一下。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了那一份托付，无惧风雨迎来新日出。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万水千山最美中国道路。小朋友们怎么样，这首歌是不是也很好听呢？赶快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互动这首歌曲吧。可以把你唱这首歌曲录制的视频发送给我们，让全国的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吧，比比看谁的歌唱得最棒。好多小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挑战视频，让我们一起去欣赏一下吧。万水千山不忘来时路，鲜血浇灌出花开的国土，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怎么样，你们学会了吗？是不是感觉自己的心情很愉悦呢？想要保住这份愉悦的心情，就动手跟一天哥哥学起来吧。今天快夏天的时候，你们都爱吃什么呢？我爱吃冰淇淋和酸奶，还有乱七八糟。今天说的乱七八糟，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做我们最爱吃的食材，比如说今天我们用酸奶来做酸奶薄脆。
到我们做的酸奶薄脆，和像花朵落在雪地上呀。对，所以现在想想冬天的事情，是不是感觉非常的凉快？那我们可以把它掰成小块。看，哇，酸奶薄脆已经做好了哦，尝一口。香脆可口，酸甜软糯，让我们在盛夏时品尝到了冬天的甜美，雪地里美丽的花朵。哎呀，看起来真的是太美味了，我回家之后呢也要学着做起来。那有的小朋友问了，你们有没有益智类游戏呀？当然有了，阳光姐姐在等着大家呢。亲爱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姐姐。下面我要和大家一起做的这个小游戏名字叫做剪掉小爱心。这个游戏呢可以培养小朋友们的手指精细动作以及学习10以内的减法运算。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玩。那这个游戏呢，我们要考验小朋友10以内的减法。那么我们要准备几张小纸片，在纸片的左边呢我们写上9减6或者是6减3，各种只要是10以内的减法都可以。然后在纸片的右边呢我们画上，比如说9减6，那我们就画9颗小爱心在纸片的右边。那么小朋友呢就要来做减法，减掉小爱心。那么9减6，我们要减掉6个小爱心，像这样。那么还剩3颗，那么9减6等于3。同样6减3等于几呢小朋友们？哎，那我们减掉3颗小爱心，还剩下3颗，6减3等于3。好，那么这个好玩的游戏你学会了吗？这个减掉小爱心的游戏你们觉得好玩吗？我们也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参与进来，和小朋友们一起来玩哦。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玩的小游戏或者是有趣的创意的话，那就赶快拍成视频发给我们吧，我们等待着你的参与。学会了这个游戏啊，还可以邀请自己的小伙伴一起来玩，怎么还不够？那么我们赶快请出徐柳姐姐，给大家出一道数学逻辑题，看看你能不能答对呢？4个正方形，对吗？那竖着数同样也是1、2、3、4，4个正方形，我们管这样的呢就叫整齐的图形。那要数这样的图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方便的技巧，记住了，怎么来算？1乘以1，2乘以2，3乘以3，4乘以4，然后把它们再相加。我们来算一算啊，1乘以1加上2乘以2加上3乘以3加上4乘以4等于30。是不是很简单？记住了吗？对角线相乘再相加，很有意思吧？如果你也有类似的非常有意思的数学思维小妙招，欢迎你来告诉我哦，联系方法就在屏幕下方。有很多小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了他们自己的视频，我们来看看他们做的怎么样。明亮的眼睛牵引着我，
小朋友的歌声婉转动听，让人赞不绝口。我相信大家这时候一定也都在安静的聆听，细细的品味着歌声中的情感。送给你小星星，送你花一朵，你在我生命中太多的感动，你是我的天使，一路指引我，无论岁月变幻，爱你唱成歌，听我说谢谢你。弯弯的嘴角对我笑哈哈，悄悄地告诉我世界的奇妙，每一个小细胞都跟你赛跑，为什么眼里不能尽情薯条，为什么虫虫在嘴里筑城堡，大道理被你唱成小调调，哦我知道了，星星太阳爱玩躲猫猫。伴随着好听的歌曲，跳动着曼妙的舞姿，真是太可爱了，感谢你们为大家带来这好看的舞蹈。被我宝宝，被我宝宝，谢谢你的礼物。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电视机前的你，我们教的视频你们都学会了吗？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地学起来，把自己的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那当然，你也可以把你的小视频呢发送到这里来，还可以关注央视频英雄出少年号，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啊。再次喊出我们的口号，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下次节目再见喽。